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赌王何鸿燊三房儿子何猷启近日现身上海的活动，这位新手爸爸好受欢迎，虽然已经结婚，但依旧吸引力强劲，被好多异性包围。当被问及太太 Gigi 和女儿的近况时，他既拉开话题，竟然爆何猷君的婚事。何猷启称何猷君处处为奚梦瑶着想，整个人自从和奚梦瑶相处之后都开始变成熟了。尤其指猷君将在上海举行婚礼，由于未婚妻奚梦瑶是上海人，按习俗规定出嫁的女生一定要在自己的地方摆酒宴请亲朋。尤其还预计猷君举行婚礼的日期是在2020年5月27日，谐音我爱妻。他还好肯定表示奚梦瑶未有怀孕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